不爱说话，我的本质就是说话，要你管。天女的事情你少管。开始兑现吗？开始吧，开始吧，我准备好了。你的鼻孔里有黑芝麻？哎，你怎么知道我的鼻孔里有黑芝麻？我抠给你看啦！啊，在这里无中生有，在线补妆。我每次其实开播的时候可没自信了，我就怕每次开播的时候会出什么差错，所以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谢谢救赎送的小怪兽。为什么用嘴说话？你用哪说话？你用那个脚木鸭子说话？不用嘴说话，用哪说话？你以后跟人家交流，你就用你那个脚木鸭子跟你交流。王奶奶晚上好，你好小朋友。啊，你个小学生。为什么是两个颜色？什么两个颜色？什么时候换衣服？没有衣服，主播太穷了，没有衣服。你其实有衣服倒是有衣服，就是不想穿，你知道吗？就很多衣服就穿过一次以后就不想穿了。要佛光照着你们吗？你好厉害呀，你是什么佛呀？越来越不聪明，我今天都口才不溜吗？为什么会不太聪明？我今天口才不溜吗？挺好看，一姑娘怎么长了个头？那不长头那不吓人吗？无头骑士吓不吓人啊？晚上去梦里找你，那不长头那光有个脖子在那杵着，你不瘆得慌吗？你看见好大的头，你头小，你头就是那个小橘子。为什么要竖中分？我就愿意竖中分，因为我的头顶上面要跑马路，所以必须得竖中分，给他们留地方。声音好小，我今天声音已经很大了，今天在家里比较安静。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以后我们抢答好吗？我问你们口红是什么，然后你们就帮我回答。我觉得你们已经可以帮我回答了。So you can keep me。挨镜头这么近是喜欢我吗？你别在这里自作多情哈，大兄弟。虽然我很善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在这里白日做梦好吗？挨镜头近纯属就是简单的因为我看不清弹幕，因为做这个队太小了，我的视力不太好。你别在这里那个自作多情哈，自作多情不要的。为什么长着个大脑瓜子？那不长大脑瓜子不像人吗朋友？嗯，不呆的话挺聪明的。你说这个人话真的是，哎呦，你说的这个话真是通俗易懂，就你会说的话。我近视加散光，耳朵下面为啥挂两东西？挂的是铅球，我为了那个锻炼我的耳朵，以后可以派他出去打仗。谢谢也许送你，真的爱你，别给自己加戏。你说我还是说那个人啊？为什么眼袋要画这么重？我愿意，为了显示我这个劳苦功高，显示我成宿的工作不睡觉，为了让你们心疼我。不要嘛，眉头皱起来臭臭是什么意思呀？眉头皱起来就能闻着我臭臭吗？王鱼头是谁呀？为什么是鱼头啊？我就不能是人头吗？把衣裙忘记了，完全忘了这回事，完全不记得这回事。这是猴吗？这是人，这是仙女，你才是猴。你不要在这里自我介绍。把另外一个没有长另外一个耳朵，只有一只耳朵，只长了一只。连麦呀，看看谁连我吧。有人连我的话我就连，没有的话就不连了。这个呆子会咬人吗？你才是呆子，反弹。等我那个，你小心我变身了，我变身第一个就去制裁你。你是无眼皮吗？我是千层眼皮，你给我说少了，我是千层眼皮，你自己画的千层眼皮。今天变白了是因为我换了那个打光，我换成了那个拢拢的那个斜下的那个打光，现在这个光在我的这个角度，在斜下方，还是变白了。原来的时候我不给大家挪了，这个光这个触感不是很好，一会儿就断了。决战到天亮，不打不打，我要下播休息的。你要自己在这决战到天亮，你就自己在这里自娱自乐吧。
今天唱歌唱歌，但是主题还是跟你们决斗。昨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难道昨天那些呆瓜没有来吗？把嘴里的灯取出来，嘴里不放灯，哪个呆瓜嘴里放灯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会做的事情我就会做哦。你结婚证藏哪里的？我怎么知道啊？你自己结婚证找不到了，你问我干什么？脖子下面的蝴蝶不会飞，不会飞，不会飞，不会飞。呼吸一下，你看看，怎么样？看得开心吗？不要那个刷屏啊！不要刷屏，刷屏会被禁言的，会被关小黑屋的。牙怎么这么大？你去问问我的母亲和父亲，怎么把我生出来，牙生得这么大？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的嘴是你的吗？我的嘴不是我的，是你的吗？你的嘴是谁的？我的嘴不是我的，你瞅瞅你问这个话。我今天画的这个眉毛十分的不得劲，我觉得自己像个呆瓜，很想重新画一下，但是我懒得动它。你好凶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害怕，害怕吧。我把手机屏往下一点。论文怎么写？用手写，用脑子写，不要问我，自己钻研去。明天会考，加油加油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考试了，也没有很多年，两年没有考试了，一年没有考试了。你想去小黑屋看看？别去了，别去了，怪吓人的，里面都关着牛马，牛马蛇神，特别的恐怖的。里面关着的都是那些，就是小牛马们，都是特别的恐怖的。耳环可以装在鼻孔里吗？那耳环有放耳环的地方，不用放在鼻孔里的哈。咱又不差那一个收纳的地方，何必把它放在那个鼻孔里呢？谢谢哦，送的那年夏天，谢谢哦，谢谢糊涂老板。你长得好可怕，你长得不可怕，你长得不可怕，你长得跟那个弥勒佛似的，非常的非常的祥和，祥和一片，好吗？谢谢 AU 是 August 吗？谢谢送的奖杯。遇到什么事情会哭？遇到委屈的是吧？我一委屈反正就会哭，而且是那种有的时候委屈的时候其实想很想辩解嘛，但是辩解的时候就会失去气势，就会不自主就哭出来了。委屈的时候会哭。谢谢肉肉送的爱的守护。怕我吃人？你不用害怕，我们隔着屏幕呢，你有一层保障，别害怕好吗？能不怼脸吗？我没有怼脸呀，这不是还露了一块脖子和肩膀头子吗？片姐来了，片姐给我刷个礼物再走吧。让片姐刷个礼物再把她踢走吧，好不容易来一趟，是不是天天光临我的直播间？片姐刷个礼物再走吧，片姐，你别在这里白给我打广告啊！别在这里，在这白给我打广告，你给我刷个礼物再走。谢谢鱼儿送的爱的守护，谢谢我1.63米，你长得好好看，谢谢你真有眼光。但是我那个开了美颜的，能往后稍稍吗？我就不。你是谁呀？酷啊哟！你嘴好大，你嘴小。你嘴小，你那个嘴就是那个面团子的脸上面戳了，用针戳了个眼儿。嘴大怎么了？嘴大那个吃的饭多，你是不是羡慕我？脖子好长，谢谢你。不要刷屏，反弹不要刷屏。你也来了也不要刷屏哈，关个美颜看看。你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关给你看？哇哟。眼珠子是真的吗？这玩意儿还能安假的呀？那我安假的，我怎么看你们的那个弹幕呀？那眼珠子安假的，那倒不至于啊。标题终于不是骂人的了，以前骂人了吗？以前也没骂人呀。磨牙，磨牙霍霍，像牛马。
用的什么牙膏，我用的就是一个脱敏的牙膏，一个消炎的牙膏。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头发是真的。发际线可以让你们看一下吗？Who are you？报上你的名讳，让我看看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还要看我的发际线？你都没有给我看你的，我为什么要给你看我的？片哥来了，片哥来了，也刷个礼物再走吧，片哥。怎么最近这个抖音这个怎么这么猖狂呀？大家不管管吗？不管管吗？为什么最近怎么风气变成这样了？我非常不喜欢这个风气。希望那个如果有超管的话，正在看我的直播，希望你别顾着观看我的直播，希望你把这个风气管理管理好吗？你把我的直播间弄得乌烟瘴气的，还有小孩子呢。主播能给自己一拳吗？我图啥呀？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两个我都疼，我图啥呀？能翻个白眼吗？不行，我怕美瞳翻过去，美瞳翻过去就要那个什么了，就危险了。老奶奶真凶哦，害怕吧，就是让你害怕的。哎呀，怎么回事呀？我23岁了，这人偶真逼真。你见过这个表情这么生动的人偶吗？还有褶子的，还有褶子的，见过吗？我是唱歌主播，不是娱乐主播。眼睛怎么是这个色的？我戴美瞳了。小风瓜戴美瞳了。衣服是什么？衣服是我闺蜜穿剩下的寄给我了。睫毛是真的吗？睫毛是涂的睫毛膏，睫毛涂了睫毛膏。原来的毛是自己的，只不过在上面刷了一层睫毛膏。能倒立直播吗？涂啥呀？看猴子的吗？涂啥呀？ I'm human, OK?请把我当个人看好吗？你不把我当仙女看就罢了，你把我当个人吧，求求你了好吗？吃火锅了吗？你说昨天吗？你可不可以露个脸？不可以，我得考虑一下，因为我比较害羞，所以一般是不给大家露脸的。牙套可以卸下来吗？不可以，卸下来会拉丝的。那我的一世英名不就毁了吗？隐形牙套多少钱？分价位的，一般是隐形牙套，北京这边可能是3万-4万吧左右。声音大点听不见，你要是耳朵不好使，你去掏掏你耳朵里边的驴毛，不要在这里说我耳朵，说我声音太小。那我一直在这喊，我不累吗？喝酒了玩 QQ 飞车不算酒驾，你是个呆瓜吗？你是呆瓜吗？头一次见到比我还呆的人。门牙可以借给你刨地吗？不可以。你是谁呀？ Who are you？ 我再问你一句， Who are you？ 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刨地？吃我一嘴土，我图啥呢？图啥呢？你会给我鼓掌吗？你给我鼓掌我也不借给你刨地。可以表演一下呆瓜拍手吗？这不手到擒来吗？手到擒来啊。鼻毛可以编辫子吗？鼻毛没有那么长哈。你要是变成小人，你可以给自己的鼻毛。哦，你变成小人也不能给自己的鼻毛编辫子。你要变成小蚂蚁，你可以给别人的鼻毛编辫子。脸蛋为什么挨屏幕这么近？因为我视力不是很好，抖音的这个字儿太小小了。能用鼻子缩面吗？那个嘴留着是干什么的？留着喘气儿的。你是小狗吗？嘴留着喘气儿，鼻子留着缩面。图啥呢？说一句威海话，没有语境啊，没有语境啊。鼻孔可以塞下西瓜吗？各位是，就是，这里面是空的吗？各位那个父老乡亲们，他鼻子为什么要塞西瓜呀？
为什么呀？就是图什么呢？就是图什么呢？嗯，谢谢龙哥送的你最闪耀。我才是画的，是画的。能皮抠皮卡吗？不可以，俺在直播呢。恶不恶心的慌呀？脸为啥不在屏幕中间？因为我有颧骨，颧骨比较高，所以我想把颧骨挡住，这样就好看了。我心机吧，心机也没有办法，我就是我，心机不一样的烟火。祝你考试加油，祝你考试加油。今天不知道上什么课，你们可以提前想一想有什么问题。你不困吧？我这两天要调整一下我的作息了，我这两天睡得太晚了。你会飞吗？我不会飞，我是属于那个走地仙女，我不是会飞的仙女，我是走地的仙女。我们仙女也是分那个交通工具的哈，我是那个走路的仙女。我素颜好看吗？素颜算不上好看吧，素颜就是没什么气色，没什么气色。然后有点像素颜，有点像小朋友。快忘了我是哪方面主播了，忘了就忘了吧。嗯，那就随着往事忘了吧。嗯，你是地精吗？我是仙女，怎么听话听一半，只听见我走地，没听见我说我是仙女，走地的仙女。孕妇打人算群殴吗？孕妇打人应该不算群殴吧，因为肚子里那个小东西他也没出来那个什么呀，干活呀。不要问这里，你们就是身为我的就是牛马，能不能就是稍微动动脑子。嗯，你这样我会很嫌弃你们的，真的。中考好难，中考还可以的呀，只要你努力了就会有收获的。变成了五层，你算少了，我这是千层呀。你怎么跟我算这么少？我觉得你不肯定是不尊重我。我明明弄了千层，你为什么说我是五层呀？ All the same stars. 是马牛不是牛马，俺就说牛马。They don't need me, 项链是欧阳旗舰店的 OYANGOYANG， 欧阳旗舰店。不要刷屏，没有意义的话不要刷屏哦。不要刷屏。是请的水军吗？这个蓝色头像，这个请的水军吗？嗯，你好想上叉子，为什么要上叉子呀？你这个残影的影，能看看你的胡子吧？仙女是不长胡子的，仙女怎么会长胡子呢？仙女不长胡子的。别再刷屏行吗？你们要去看榜一榜二的话，那你们就直接去看了，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刷屏。大家评论，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水军啊，大家评论能不能动动自己的脑子呀，怎么别人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呢？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呀，我在这直播，你们在这里刷这个蓝色什么头像呢？唱歌刷那个歌名，发歌名就可以了。唱歌刷歌名就可以了，发歌名就行了。啥叫刷屏？就是一句话在那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一千万福利，一千万福利会在小号给大家发跳舞视频，但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才会给大家发，反正是一千多万的时候发，然后，会给大家在微博抽那个抽小奖，是男的不？
我是女的，看不出来吗？粘贴粘贴它有两个读音哦，有两个读音。想听小雨，小雨我不会耶，慢的歌我不太适合。小霸可以的，但是小霸我可能唱的不太好。我们俩也是又慢又低。起风了可以的，送了五分多钟的哦，谁的直播间？高火火的直播间，好厉害。起风了，那我们就唱一下起风了吧，让我们的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好吗？让我们再来聆听优美的音乐。 MC 玉萌给大家带来一首起风了，唱得不好的话希望大家能忘掉这段回忆好吗？离镜头远点看不见全脸，没有，我是故意的，离远近没有关系，我离近也可以看见全脸的，但是就是颧骨太高了，这样我感觉不好看，用头发挡住呢，用头发挡住也不好看。哈哈哈，今天没有开嗓哦，谢谢我不认识的字送的礼物。从前充实着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岁月的泪。再来一下，忘词了。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莫曾难自拔，与世界巨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正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将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打。耶耶，头疼头疼，唱头疼了，把头晕，唱头晕了。谢谢叶仔，板子伺候你，伺候谁呢？你在这儿，你是不是搞不清谁是直播间里的王？你刚毕业，你刚毕业怎么啦？哎呀，耶！从前注视这时间，万般留恋 ，Rolling in the deep。There's a fire stabb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ral beast to bring me out of the dark. Finally, I. There's a fire stabb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ral beast to bring me out of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I live shipping. See how I live the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do. That'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to br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kies are don't love remind me. Oh, what's it keep me?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kind of had it. Yeah, rolling in the yeah, on a honey side. Oh, 你们唱的真棒，真棒，真棒！耶、yeah, ，好棒，好棒。
我们的合作实在是太棒了，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的合作实在是太棒了。好，这一段精彩绝伦的表演，送给大家。耶，谢谢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耶，耶，谢谢大家。谢谢 STARRY 木的只有一段耶，木的只有一段哦。勇敢萌萌不怕牛马，找一下木的。Shape of You，Shape of You 好像会，木的。Why you always in the moon? Fuck around and I'm brand new. I ain't tryna tell you what to do, but try to play cool. Baby, I ain't playing by the rules. Everything look better with a little song. 过去到了现在，根本依旧问题范例。到什么年代，也不是不能离开你。我这种天才，你也欢迎耶。Tell me how can I be moonlight? 美瞳不能放声啊！美瞳放声干什么？美瞳不能放声啊！唱缺氧了，兄弟们，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可以吗？谢谢1047，谢谢各位糊涂老板的礼物。唱缺氧了，能看见你的两个耳朵吗？不能的，我只长了一个。Just glad that I can breathe. Yeah. I'm trying to realize it's alright to not be fine. Oh, you're old. Now 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 Yeah.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Can you come through? 我没有带保质器，我带的是透明的牙套。这首是 Come Through, C-O-M-E-T-H-R-U。它不是 T H R O U J H， 它是 T H R U， T H R U come through。衣服上的白虫子是我戴的项链，它是一只蝴蝶。Coffee,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Can you come through? 看看鼻毛，你要看，你看自己的去。大家的鼻毛怎么长得还不一样吗？你会给自己的鼻毛染色？大家的鼻毛都是一样的，要看自己看自己的去，不要来麻烦我。我刚才说了一段外星语，说了一段仙女语，那个一般不是仙女的人听不懂的，你说话好好听，谢谢你。怎么把口红涂嘴边了？哎呀，就这样吧，懒得擦了，看不出来呀。别这么严格嘛，我又不在考试，别这么严格嘛，我是在面试吗？网上面试。眼睛为啥这么亮？因为我开了补光灯。化妆教程我还没有准备好把那个素颜给你们看的，所以应该不会出化妆教程。你想看我的发型，你想看我就给你看啊。话哟，你是谁呀？
我才不会给你看呢。眼睛亮的是开了补光灯，你没看见里边有个小圆圈吗？没看见吗？看里边有个小圆圈。嘴里是啥？鼻子里的小零食。你太恶心了，你想吃小零食自己吃自己的去，别这么恶心好吗？别恶心我兄弟，恶心死了。小零食已经够恶心的了，你竟然要吃掉。你要吃你吃吃自己去，吃自己去。烦人，睫毛是刷的睫毛膏。为什么要开补光灯？因为太黑了吗？对的，不长得就像一块煤炭，必须要开补光灯，开补光灯，必须要开。拍视频都用我的声音，你说 BGM 吗？我做翻唱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就是为了大家可以用我的 BGM 呀。看看眼睛，眼睛是不会轻易给大家看的。谢谢谁送的666？是星辰吗？谢谢星辰。谢谢苏慈，我不是刘亦菲，你太抬举我了。我叫王雨萌，我是个小牛马。你用什么闻味道？用鼻子呀。你用什么？你用嘴呀，那不跟小狗似的吗？头发是真的，为什么我是女的？但哪有为什么呀？为什么你是个人？你来告诉告诉我。为什么我会说中文？因为我是中国人啊。你为什么会打字？嗯，牙黄是灯打的。怎么又是我？你不爱看你就划走。他真的怎么又是我？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啊？我也不想看到你。我的眼里只有手机好吗？我的眼里现在是手机和补光灯。别在这里给自己加戏。什么叫我的眼里就是什么？牙齿是真的呀，那谁的假牙？谁家假牙做成这样？那该倒闭了。少抽烟，俺不抽烟啊。大家也要少抽烟啊，大家最好如果能戒掉的话可以戒掉，因为抽烟实在是对身体太不好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好吗？生病了还要花钱治病呢，所以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吗？谢谢爱迪生送的 爱迪森送的奖杯。少喝点酒，今天没喝酒，我昨天就喝了半瓶酒，我好久没有喝酒了。我是近期内就昨天喝了半瓶酒，不要在这里说我喝酒怎么样，我没有喝酒。能看看主播的发际线吗？你是谁呀？我就给你看发际线，怎么今天都是要来看我发际线的？难道我的发际线已经远洋了吗？已经远洋了。我的眼皮有千层，你已经跟我说少了，还有五层。能教你数中分吗？不能教你数中分，你想数的话自己数就可以了。这玩意儿还要教的话，那你就重开吧，好吗？为什么背对着你们？你睁开你的眼睛吧，我这是背对着你们。谁那后脑勺长成这样？那不吓人吗？谁家后脑勺长成这样？发际线有点高，吼！我这么都遮得死死的，你能看见我发际线？我不信，我不信。哼，没有声音，你把你的那个什么打开呀，把你的音量键打开呀，你别在这里光练听力行吗？不，光看哑剧行吗？不是光练听力了。哪个大学？我已经毕业了，我已经不上大学了。我现在是社会人。流口水？哪里流口水了？哎，你别说，我这个嘴好像……啊？哦，我这是神来之手。女装好好看，谢谢你，你也可以拥有的。自信做自己好吗？如果你也想穿女装的话，你可以的，你也可以有跟我一样的效果的。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怎么啦？我为什么要叫你臭宝啊？是因为你不洗澡吗？
咱都是那个2021年好青年了，咱们别在这里就是干的不洗澡的事行吗？咱们爱干净一点好吧，就是替别人着想也替自己想想，那不洗澡那身上不长虱子吗？对吧？还是洗澡吧好吗，爱干净一点哈。手怎么这么黑？因为手没涂粉，手没刮腻子。谢谢小猫送的小怪兽。你为啥喜欢卖萌？我哪卖萌了？你管这叫卖萌？你是直男吧？你对是不是对卖萌有什么误解？嗯，我在这凶了一顿子，你跟我说我在这卖萌，你能尊重我一些吗？嗯，求求你了，长狮子长长那个小狮子，不是那个大狮子。你以为长得身上能长大狮子？那不吓人吗？长大狮子，那小狮子那个，你能动动你的小脑袋吗？动动你的小脑袋瓜吧，好吗？为什么嘴歪了？嘴长得就是歪的，就故意就直播前那个给了自己一拳，就让他打歪的。能留纹身吗？我没有纹身，我爸爸不让我纹身，我没纹我爸的不是。怎么没有脖子？主播没长脖子。嗯，怎么化妆可以画出四眼？你就拿那个眉笔或者眼线笔，你就一层一层拉就行了，一层一层画就可以了，总能画出来的。别羡慕，别羡慕。小狮子也可以卖，净想着卖钱呢。今天没刮胡子，今天没有胡子呀，我前两天刮过胡子了。膀子上有个大蜜蜂，怎么年纪轻轻怎么出现幻觉了呢？就哪儿的有个大蜜蜂呢？你好壮士，你好你好小玩意儿，你个小东西。主播什么牌子？主播没有牌子，主播是个仙女。主播仙女怎么会有牌子呢？为啥有四个眼睛？你什么？你是散光吗？看东西重影还是老花眼呀？看东西重影啊，重影，要不就去配个散光镜吧。你这度数有点高啊，能看着四个眼睛。在几号链接？主播没有链接啊，主播不在，都在做什么白日梦呢？都在做什么白日梦？魔妖摆不认识呀、啊，怎么看都像个秤砣。好吧，那你这那个眼神也就到这儿了，也就到这儿了。波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好像是不是你们好几天没有看到波波了？直播这一块让他给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呀？连人，别人连我的话，女孩子的话我接啊，要是其他人的话我就不接了，我会很那什么。假发连接，俺这是皮毛一体的，你不要在这混淆视听啊。俺这是不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了。老凡的歌不太适合我呀，老凡的歌像我这种仙女呢，适合唱那种像我这样是唱那种嘶吼的歌吗？他好像不太适合呀。那我唱了，那不是对不起老凡，也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你们。我没过生日啊，我今天不过生日。假牙多少钱镶的？我这是戴的牙套，这是自己的牙。谁家假牙要做成这样，他该倒闭了，被投诉倒闭了就。唱霍元甲了，今天嗓子不是很好，有点哑。谢谢乖送的王冠。小城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洗涤过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波波是我家的小猫猫，波波是小猫猫，眼袋画的好明显，那是画的卧蚕。
那是画的卧蚕，那不是眼线，没有人特意想画眼线啊。我教你了一个让你长知识了，在我的直播间，这是卧蚕哈。然后这个女生这个嘴上，知道我的嘴上为什么会亮亮的吗？那不是涂的狗水，也不是涂的那个猪油哈，俺们有种东西叫镜面唇釉，它就是亮亮的。为什么叫镜面唇釉？你知道，就跟那个玻璃镜似的哈，叫镜面唇釉啊。俺这个眼尾这个也不是鱼尾纹哈，这个是眼线，让眼睛拉长的。长知识了吧？你别在这里跟个小呆瓜一样，你出去跟女生，女生那个什么啊？你怎么那个眼袋怎么这么大呀？你是不是没睡觉啊？谢12送的奖杯。睫毛怎么长到太阳穴了？你给我表演个睫毛长的太阳穴是什么样子嘞？你下次那个眼线那个睫毛你就画这儿啊，你就画这儿，差这么一大块，你在那跟我说画到太阳穴了？你太阳穴在这里是吗？你太阳穴是不是在这儿？那你这个人长得有点畸形啊，你那个脸是不是，你那个脸是不是这样的？就这里边都凹进去了。黑眼圈在上面，那是画的那个大地色的眼影。为啥这么多攻击我？不是攻击我的，不是我攻击我，他们就是闲得无聊，我们就是在互相闹着玩。你不要往心里去，路过的朋友不要害怕，不要往心里去哈，不要往心里去。这是那个我和牛马之间的暗号，你习惯了就好了，习惯就好。你没看我没往心里去吗？大家也都是闹着玩的，就是为了直播效果，为了开心的。好吗？不要往心里去，别生气哈，别生气。你一看这种人就是善良的人，你看你们，看你们这些牛马就知道跟我抬杠，都不知道心疼我。那人家就是心疼我，不老是被攻击，是不是？老是被你们这群牛马攻击。别生气，别生气哈，谢谢你，谢谢你，祝你好运连连，祝你万事顺意，好吗？你一定是个善良的人，祝福你，祝福你。牛肉对，我不卖牛肉。怎么和女生聊天就聊就行了呀？你只要不干出那种类似于那种，你得给我一个具体的情况，我来给你分析，知道吗？我不咬人，那咬人自己牙不疼吗？你心老疼了，心老疼的去医院呢，心老疼去医院呢。谢谢江海送的油壶，谢谢。喊个麦吧，求求我，求求我，我也不喊。你求求我，我就喊。凭啥呀？你求求我，我就给你喊。看我直播可以治疗便秘吗？不可以啊！你要想治疗便秘，你去喝开塞露去哈，别看我直播。别真喝啊！你个小呆瓜，那开塞露不是喝的。你要便秘的话，你可以吃红心火龙果，非常的有效。可以酸奶加红心火龙果，双管齐效，非常的有效，清澈有效，好吗？别去当那个小呆瓜去喝那个开塞露了啊！霍元甲今天唱了，腰疼怎么办？去推拿馆呀！谢谢谁送的爱的手，谢谢江海。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去哄她呀！女朋友生气了，千万不要把她放一个人放在那里哈。放在那里，你的错误可能就会从这个指甲盖这么大变成一个大西瓜这么大，然后慢慢的变成大西瓜，什么比大西瓜大？变成一辆大卡车那么大，然后你也再不理它，就变从大卡车变成一个房子那么大，害怕吧你就。所以如果你们就生女朋友生气了，或者你们吵架了，就第一时间立马就把事情解决，不要放在那，不要冷战，然后要不你的那个雪球会越滚越大的，越滚越大的，到时候你就。然后你们对峙的时候，你们对线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已经在你不理他的这段时间把你前年的账都翻出来了，知道吗？我只能教你们到这里了，你一定要往心里去，好吗？我真的是为你们的性命堪忧，我真的是非常的下路不肉下路。萌萌生气了怎么办？我生气你不用管，我生气一会儿就好了。我这是把我的这个
女生这些小秘密都告诉你们了，这是真的是为你们的幸福着想呀，你们就不要老在那 YYDS 了好不好，看着你们都着急的。我当然懂了，我是情感大师，我是谁呀，我是情感大师。猪鼻几块钱，我不卖猪鼻。怎么填高考志愿，你这个你要去问你的老师哈。你肯定是，我现在不了解，我已经过高考好几年，你得问你的老师，应该是有那个先后顺序，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按照先后顺序录取还是只能报一个，每个地方的也不一样啊。如果是按照顺序录取的话，前一二个可以冲一冲的那种，或者是第一个可以冲一冲，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可以报稳一点的学校，尽量报好的学校，好一点的学校。失恋可以看我直播可以治愈，那可以吗？那我的作用大了。语文及格什么东西，小小孩我不会唱呀，挽回自己的形象，我怎么又挽回自己形象，我一直都是形象这么厉害呀，我一直形象都很好啊，我怎么还要挽回啊，我不用挽回的，我就感觉我有个哪个头毛在这里骚扰我的鼻子，有点痒痒。幼儿园放学了，俺是社会人，说了几遍了。为什么我问他，他都没生气？什么呀？问我什么？有喜欢的女生要选择表白吗？我觉得男生哈。谢谢谁送的蓝色的保时捷？谢谢江海，谁送的蓝色的保时捷？我没看见。我觉得哈，男生要不要表白这个问题，首先呢，你们是男生，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不公平哈，男生一般是占据这个要多负责任感一些，多照顾一些的角色，所以你们觉得有喜欢的女孩一定不能荷尔蒙上头了就要跟人家在一起。如果你是成年人，成年人之间恋爱应该考虑你们之间的性格，首先就是性格三观到底合不合适，你们能不能聊到一块儿？这个女生给你的反应是不是她喜欢跟你聊天，喜欢跟你交流啊？再就是你自己的条件可不可以支撑你们两个人谈恋爱？倒是现在不用，就是说男生一定要全部都负责，但是什么都没有也肯定是不行的吧？两个人起码都是要有资本才可以好好的在一起，来维护两个人的生活，才能生活得越来越好，对吧？然后我们要考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路线上努力，你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导致你们异地呀，会不会导致你们分开呀，这些你们都需要稍微的考虑考虑，以后觉得都没有问题然后你再进行表白好吗？最重要的是性格合不合适，你不要就我就是喜欢他啊，他就是我的女人，我要跟他在一起，那你就是个大呆瓜，知道吗？这么多人来看呆子的吗？你在这里你是不是你以为我看不见吗？怎么判断女生愿不愿意跟你聊天？你看她愿不愿意跟你主动分享她的生活。这个是很简单的，如果她就是遇到什么小事都愿意跟你讲的话，那就是很喜欢跟你分享，很喜欢跟你聊天的。如果就是闲得没事搭理你，老是你去找她的话，那可能就是多半是懂得都懂哈，多半是，而且你要是找她，她还是哈哈嘿嘿哦哈哈，这样的话那你多半是你知道吧。谢谢玉萌阿姨送的礼物。你是不是男的？对的对的，我是男的。陪跑，对，而且大家也不要就是一味的去就是感觉到了人家不喜欢自己还要猛着劲儿去那个什么哈，虽然大家我知道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哇，这是什么礼物呀？谢谢世送的狂野战车。哇，这个好酷哦，谢谢谢谢我的老板。美瞳是小玉丸。情感大师，请叫我情感大师萌。泰国回来的，我是女的女的，我老是说是女的你们都不信，那我就顺着你们呗。谢谢江海送的辣妹魔盒，谢谢胡特老板。哦，谢谢贩卖快乐送的 disco， 怎么啦？突然发财啦！谢谢贩卖快乐，谢谢糊涂老板们，糊涂呀，糊涂呀，朋友们，糊涂呀，老板们，你话多，你话好多，你白看你就出去，你在我直播间你说我话多。
你不爱看你出去。今天上什么课呀？10:10了。脖子上的不是狗链子，那是仙女戴的。谢谢江海，谢谢江海送的明珠。明珠，这个头发怎么说？兄弟们，我要不要制裁他？我忍他很久了，这次就我这个眼周围这些头发我已经好。他听话了，他害怕了，他害怕了。王一萌好吵，嫌弃我了，开始嫌弃我了。没有，他听话了，我就不拔他了。听话了就不拔他了，听话了就不拔了。给他留条生路吧，毕竟他长出来这么老长，他也挺不容易的。谢谢巨月八送的小怪兽。请把脑子保养一下，我脑子灵光着呢，不要在这里好像你看不起谁呢。晋级赛输了，好气，不要气，这晋级赛这不年年都有的吗？谢谢安心，谢谢 VKK， 给我看看你的大板牙，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女生追男生怎么掌握分寸？女生追男生啊，我觉得这个，我其实挺信星座的，因为有的星座他是不喜欢你一上来就非常的猛烈的攻势，但是有一些星座就比较吃这种直来直往的这种，就如果你一直就是这种细水流长的这种，但是反正这个就是看人，你可以先跟他相处看看对方有没有那个意思，看看。但是我感觉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很怕那种养鱼的那种，我觉得我一想到如果就是比如说你们遇到了很喜欢，就是女孩子如果遇到了很喜欢的男生，然后你很想就是追求他之类的，但是如果那个男孩子也同时聊着好几个女孩子的话，我会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很其实让人挺伤心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现在的现状好像就是这样。懂了等于没说，就是你先接触看看嘛，那我说的也是事实呀，那就是有的人他就受不了这个，有的人他就比较吃这套嘛，就看你们两个人合不合得来嘛。你要是实在合不来的话，那就说明没有缘分呗，那就不要强求了。我有1.5米吗？你看不起谁呢？我1.63米。终于直播了，你妈又没说，你妈是谁呀？你妈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直没直播呀？谢谢乐小兔送的刨冰机，谢谢糊涂老板。怎么看射手女？我没有怎么遇过射手女，但是我遇到过射手座的男生。射手座的男生我不是特别的感冒，因为我是狮子座嘛。虽然狮子座和射手座是绝配，但是我不喜欢射手座特别特别开朗、特别热情的性格。我可跟人也有关系，我比较慢热，我比较喜欢稳重的那种。谢谢满怀送的刨冰机，差点念个满杯。谢谢满怀送的刨冰机。吃饭了没呀？今天吃了一顿饭，我要减肥了。我前天吃的大餐，且吃了2顿大餐。昨天吃了一顿麻辣香锅，吃了一顿火锅加烤肉。我要减肥了，所以我今天只吃了一顿饭。射手女我没有太接触过耶。谢谢酒酿樱桃。来，他敢说你敢信？我说的不对嘛？你这很不给我面子。我说的不对嘛？我说的很有道理啊，我跟你说很有道理的，我没有瞎胡说。双子座我也不是很了解。追剧多还是打游戏多？最近都不是很多，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赛季能不能上王牌了，因为我打的实在是太少了，我懒得打了。赛季还有几天呀？是不是到月底就没了？但是我又懒得打，这两天太忙了，我今天都有点不想播了其实，但是
明天还要发作品集，应该明天也会播吧，明天应该也会播。不是懒，这两天真的很累，我现在头撅撅的疼，这两天没休息好。然后到家了我都干什么了呢，然后我就昨天不是发了个聚会的视频吗，然后就看你们的评论啊，回私信啊什么的，微博昨天积了3000多条的消息，然后我连夜把它回完了，然后一直到4点多才睡觉。卡了，稍微等一会儿就好了，兄弟们。我把温空调开低一点。窗帘动了是因为我有魔法，是因为我的能量太强了，所以窗帘就会动，靠近我的空间就会发生扭曲。野猪出没，你在说你自己吗？你在给自己报幕？你是在给自己报幕吗？谢谢玉萌不法分子送的小怪兽。你怎么这么卡？手机太烫了。手机。还在上学的小朋友们，还在上学的小朋友们，我其实我倒是没有偏见，但是其实我不建议你们去过早的和一个人建立感情。但是其实你长大了，如果你是还在上学的时候的爱情的话，其实你是记不太住的。你要我现在想的话，其实我也都记不太住我初中高中的那些小朋友们了，其实我也记不太住的。为什么说不建议你们去尝试呢？因为一个是你们真的还太小了，就是你们虽然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但是其实你长大了才会发现几年前的自己真的就是小孩子，你们的世界观还有包括你们对整个社会呀还是什么的三观的建立都还没建立好呢。最简单直观的一个看法就是，你们到现在就小孩子们，你们的日常的开销都需要父母来给你们提供，你们还没有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这些能力。所以如果你去过早的投入感情的话，一个是会耽误你本来现在应该努力的东西，比如说你会耽误你的学习，你会因为一些感情让你困苦啊，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或者是特别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身边的跟身你身边的跟身边朋友的关系，影响你与父母的关系，很多很多因素。其实最最最重要的是会影响你们自己的发展，你们可能会因为太小觉得因为没有阅历会觉得这个就是我一辈子最想追求的感情，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也不是那么绝对，可能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智力啊还有你的冲动啊能力啊都是最饱和最高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把它
拿来做学习或者是丰富自己的事情，其实会对你的帮助会更大。嗯，如果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分清主次，不要耽误自己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有的话也没关系，我知道这个就是本来本能的事情嘛，但是你千万不要太上头，一定要慢慢的学会做大人，知道吗？要学会像大人一样的思考，要多考虑考虑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好吗？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要培养起自己的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因为一些还没有成熟的情感或者是其他人的话，然后对自己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在你小的时候其实是会伴随。接下来我们到一直到下课可能就会都要在这个卡卡中度过了。我也没有办法，我的手机实在是它经常会烫，我也没有办法。双下巴出了，没有那个东西啊，我没有那个东西，这么卡是常态啊，我的手机就是会比较卡。Need to be伸个懒腰，脖子怎么没了？本来就没长脖子。再卡你就走喽，你现在走也行。这个我控制不了。换个手机，怎么的？什么意思？怎么都不用你们的钱是不是？俺手机不赖呀，俺手机是那个 iPhone XS Max 呢，老么大的。俺手机挺好的呀，它就是容易烫而已。怎么都挺有钱的呗？躺着说话不腰疼。我属老虎的。今天几大 V 业了？好的。公里加速度几秒，我不用考那个哈，没有人跟我比速度。该换个手机了，我才用了一年，别在这里那什么啊！我是很啊，手机拿来换脸盆，我是傻吗？你以为真的是以为我傻吗？我把手机拿过去换个脸盆。我怎么又卡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高中退学吗？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或者是社会因素，或者是因为不成熟，都有吧。但是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以后的后果也要你们自己来承受哦。就是不管我们做了哪些选择，或者是被逼无奈有哪些选择，但是这些毕竟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要好好的接受它。这什么物件？这是个人。还有一个月就过生日，对，我马上要过生日了，耶、yeah, ！马上要23岁了。唉，一年又一年，我马上就是个23周岁的大人了。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二本网纱的衣服，性感吧？这是透明，俺闺蜜不穿了，给我了。23的老人了。工科考研几月大准备？
一二月份就要开始了吧，寒假就要开始了。一二月份开始都不算早的啦，这个没有说那个什么的，这个考研是一直进行的。我们那时候是，我是三月份开始，我是开学开始的，我寒假没有开始，但是很多人寒假里都已经开始了，我当时是三月份开始的。过生日送粉丝法拉利，粉丝过生日我过生日，我过生日送粉丝法拉利，你好像多少沾点儿。谢谢大力出奇迹送的加冕王国，谢谢。哎呦，再卡我就不播了，真是烦人，老给我卡。换了个网。功课考研刚才跟你说了呀，大概功课考研大概要一二月份就要开始了，三月份一定要开始了，四五月份就有点晚了，三月份一定要开始。上课今天没有课给你们上，你们可以随机问。蹭的别人家没有，一开始我用的流量播，结果不知道流量为什么这么卡。如何把语文学好？你是初中还是高中呀？OK， 医学生真的好难，我知道医学生非常难。但是我觉得要看你是不是热爱这份职业，如果热爱这份职业的话，咱们就可以好好的坚持下去。如果实在也是支撑不了的话，我们另辟蹊径也不是不可以的，好吗？但是如果是你是正在学业上，然后不好转换的话，咱们可以先努力的把学业给念完，然后后面慢慢工作的时候，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好吗？因为目前国内的这个教育局势，它就是这样的。可能你选了一个专业以后，你如果想再去学别的，可能会需要你付出大量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人不会这样选择，所以我们暂时还是先接受目前的一切，然后努力做好，然后咱们慢慢后面有改善的机会可以再改善。怎么减肥？我减肥是少吃碳水，少吃那种高碳水。啥专业？我是学化学工程的，我是济南大学毕业的。为啥脑袋这么大，长得就这么大呀？项链是欧阳旗舰店的 OYANG， 是一个原创品牌 OYANG。高考没考好怎么办？那你就要想，无非是两个选择啦，一个是复读，一个是在自己现有的基础上选择一个最好的学校，你要自己好好的抉择。如果你自己能下定决心，你是非常有执行力意志力的人，你觉得你再来一年可以好好的比这一年好的话，你可以选择复读。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人，我还是建议你可以先选择一个学校。如何学好法语？这俺不知道呀，俺也没学过法语啊。济南大学，友情能发展成爱情吗？可以啊。搬砖的吧？是的。天天在直播间里搬砖抬杠。学医没什么不好的，学医可能会比较繁琐，比较需要记的知识比较多，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比较苦一些，但是如果你热爱的话，这一些我觉得还是可以克服的。
是小姐姐吗？我不会说日语。せーの。口红是圣罗兰黑管销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因为我是王大明白呀。我要下班了。下班了，朋友们，下班了。下班了，明天播不播的话，看我心情吧。明天，但是明天我一定要发作品的，所以也可能因为化了妆不播白不播，但是可能不是正常的点儿，可能是我发完作品以后可能会播一会儿之类的，也不一定，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等我，咱们就随缘好吗？明天随缘。In the dark, it's no more.Nothing I, nothing I, I can do.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Love on your head and love me. Maybe when you move. 高中生拓展词汇，词汇其实你把你们课本内的你学明白就好了。你想拓展词汇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英语题里面。你把你的所有的英语题的那些短文你可以都琢磨明白，里面会有很多生词，而且英语试题里的词是会经常会有很多是经常在题里出现的，是那种高频词汇。高频词汇你弄懂的话，说明你以后遇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英语题，你都可以把它看得大差不差，就是意思看得大差不差，你把这个掌握好了就好。大家就是你要分清楚你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贪多，不要贪多，你把你自己这些掌握好了就可以了，好吗？英语很棒吗？我英语一般吧，一般吧。看看我的牙，我要下播了。看看我的牙，晚安，晚安，朋友们，我要下班了，我要下班了。我们改天再见吧，有缘再见吧。不给你们唱好运来，好运来是特殊曲目，不能天天给你们唱。不笑起来好凶，对的，我平时要是没有表情的话会有点凶。可以转行高考前，这个等我以后要是这行干不下去了，我再想想，再想想办法。这行要是干不下去的话，我再考虑考虑吧，大家到时候再给我支招吧。不让我下，你不让我下我就不下吗？啊，我要走了，晚安，晚安。呆瓜们再见，呆瓜们再见。能不能加班？不行了啊，要休息的啊，要休息。俺今天已经很累了，你没有听俺说吗？俺今天已经很累了，俺今天本来可以翘班的，但是俺凭着意志力上了播。好了，我要走了，走了，走了，再见。晚安，晚安，快打晚安，快跟我说晚安。说完了我走，说完了我就走了。晚安，晚安。王一萌是本名，是本名，以至于现在我去拿快递，我都要用化名去拿。倒不是太看得起自己，我就怕，喷口水，怕自己就是，素面朝天的时候就被人家认出来。走了，走了，晚安，晚安，呆瓜，呆瓜们再见，呆瓜们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晚安，晚安。我喜欢吃辣，我无辣不欢的喜欢吃辣。走了走了，晚安。